对，回来了。有受伤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OK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首歌是要先跟大家多说话。嗯，什么？我们先聊几句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的羡慕了。哦，因为因为我可以握到你的手，而且我不需要跟别人挤，在我也上。再一次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替阿潘带来下一首歌曲。好。OK， 下一首歌曲。
真啊，他念的，他要听真。哦，你念的真，没关系，我唱给你听啊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谢谢。